公牛产权之法，它实际上是通过把政府拥有的这个土地的价格成本，它实际上是让你用公有产权住房的形式暂时不收你的这种成本。那么对于私人购买的话，购买的成本就会适当降低一点。但总体来说，这个公有产权住房它与自住性商品住房，它的价格会更便宜。它的流通的方式，5年之内你是不能卖的，你卖也只能够让政府去回购，就意味着公有产权住房它实际上是封闭运行，它不像市场流通的。这个5年之后的流通，也是只能向符合公有产权住房条件的类型的居民进行流通，那就意味着这个公有产权住房它实际上是封闭运行，不像以前的各种保障性住房那样，卖完以后政府就失去了控制权，然后就形成了很多的寻租，最后是没有向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人去提供这些保障性住房。房子呢，能不能够对刚需起到有效的支持作用，取决于2点。那么第一点呢，我觉得还是整体的供应量的大小，也就是说我们供需要尽量的能够平衡起来，这样的话对于刚需才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另外一个因素啊，取决于项目的选址。如果项目能够和这种产业聚集地和人口疏解的这种承接地相连接起来，那么能够实现植住的平衡。公有产权入市以后，对于引导市场形成稳定的价格预期，能够降低大家现在所谓的这种购房焦虑，是十分有好处的。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公有产权，而且是一种具有相当建筑标准的，或者说它的居住品